我就是看了这个视频赶快飞车上来的。为什么做出那么丢脸的事？你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等一下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几时回来的。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英国读书吗？我的家就快要散了，我还读不读书这么重要吗？大爷休学，谁让你休学？怎么讲话那么的不客气，可是，